你们开播太厉害了，我一直没说。吃饭，open your door。干嘛？嗯？干什么？啊！快退下来！啊，领导！我把你的包给你。你跑不掉了。不是吗？他是榜一，你榜一在你旁边。对，还很滑滑的，没有一点那种坑啊什么的那种感觉，不是，就像是在一条直线光滑的直线上在那个运动，哇，真太爽了！看着啊，真舒服，真舒服，我操，真舒服！这么大了，我给你穿就上，给你阳光，你擦，给你阳光，你擦两下出去。在人潮里，然后有个人把窗子给开了。别吧，反正屏幕前面的你们肯定是享受不到的。